来，闻到了吗？看一下，先用绿茶，独特冰溪鲜萃工法。这个是场上重训的，这个砂石车遇到连结车了，王柏智跟辛巴的对位，啊，这个。My thoughts are, I think Tank did a pretty good job. He is tall, we all know that, but you just gotta contain him, push him out. Good luck, stay healthy. Hopefully you can catch your breath because we're gonna run. 当然就是高雄钢铁也有这个机会，让我回台湾打球，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中山体育馆来支持我们。可能自己从17年的时候吧，就离开台湾，然后来到了 CBA 打球，将近五年的时间了吧。然后得知现在就是最近要回台湾打球了嘛，自己也相当开心，也相当兴奋，因为在异乡打球，就是可能温暖也是有，但是不比家乡来的好吧。对，那这是真的还蛮期待的，对啊，因为这次回去也能够跟家人团聚，然后也能在长期就是支持我的球迷的面前打球，对。那对啊，其实来说。高雄钢铁人是今年成立的一个新队伍嘛，然后 P League 也是去年成立的一个新联盟，那这是对整个联盟都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有陆陆续续有球队加入了嘛，对，然后我觉得高雄钢铁人就是最近就是在正中有我的就是老大哥郑武学长。然后还有一些很有潜力的新秀吧，对啊，就是还蛮期待，就是跟大家一起合作的。对啊，我是希望自己可以尽快的融入球队吧，因为毕竟我也是就是中途加入的嘛，对，就是比较想要就是做好就是跟球队尽快融入这样，然后也可以在就是球场上面可以帮助到大家。从以前到现在吧，就是可能很多南部的小孩就是都往到北部去打球，但就是还蛮辛苦的，从小就要经历过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是，毕竟现在高雄钢铁人的出现，然后又成立嘛，然后而且看这个联盟就是第二年越来越好了。那我觉得能够在就是自己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家乡打球的话是还不错的，对啊。也不用就是往北跑啊之类的，对。这次回去其实还蛮兴奋的，对啊，也蛮期待。当然就是高雄钢铁人也有这个机会让我回台湾打球，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中山体育馆来支持我们，长期支持我球迷，就是我回去了嘛，希望你们能够来为高雄钢铁人加油，来为我加油。